个区间内的数字。250的，这么多。我们要玩就玩大的。对啊，第一题是以下哪个口红色号是砖红色？哎呦，砖的红色 ，C。第一题正确答案是 D 选项。然后第二道题，你给魏老师认哪个数字吧。我们还是稍微冷静一点。啊？刚才答错了。他答错了。所以这个数字就在我，就我明白这游戏怎么玩了。行。他不信任你。好，来吧。第二道题，护肤品当中二裂酵母的作用是，有三个，答出一个就算对。二裂酵母，二裂酵母是什么？我一个女的，我怎么知道？我猜，补水、美白、抗老、提拉紧致。对一个就可以了吗？对一个就行。哦，对的，修复肌肤、美白淡斑、抗衰。那零到二点，你真的是来下一轮。我们还是可以稍微大胆一点点，大胆一点哈，大胆一点，大胆一点。150到169。下列四张图片中哪一个是法式美甲？我真不知道，我不是个女的。C。好的，正确答案是 B 选项。等一下，你再让我看看 B 选项是什么玩意儿。我就说了，在边边。哦，就是边这些不都在边边吗？不是，在白边边，在白边白边边。我们手不就是法式美甲吗？对，第四个很简单。哇，杨总大气，这是高手。他说简单呀。可以，相信我。羊毛卷的优势是什么？蓬松、高颅顶、瘦脸。它最重要的优势是什么？最重要的一个优势，修饰脸型。它最主要的优势是显发量，拿走吧你，6188一千拿走吧你，6188一千归你们啊。嗯，行吧。三到十，好，可以。女生经常做的美容项目小气泡的作用是什么？补水。能。面部清洁。啊，好吧，算你对。耶。换边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先试一下。来，好，一二。不是，我有零到二了。哦，对不起。搞错了，我再来考过啊。1到17。以下四个图片当中，哪一个图片是足球运动员梅西？这很简单啊。B。好，我已经知道我们女导演的这个游戏思路了，可以往大玩了。第二题。600到617。NBA 的全称是什么？中英文都行。NBA 的全称？对。它的中文简写是美职篮。如果他能把它发挥成全称也算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因为伞力是我们的，别着不了、算你赢。对，给他们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。来，580到585。下列四张图片当中哪一个是赛文奥特曼？第二个吧。嗯，是的。等一下下，是 C 啊，赢家啊，是 C 啊，赢家干嘛？是 C 啊，是 C。给你们吧，给你们吧。哎呀，560到570。嗯。好，以下四个组合当中哪一个不是摇滚乐队？ A 二手玫瑰， B 黑豹乐队， C 西城男孩， D 滚石乐队。 Don't break my heart， 再次回头。 C 是什么？ Our last night I know it's end。 A 别滚石就 C 吧。来，算你的对。最后一道题，300到333。请问王者荣耀当中射手的神装是哪一件？ A 痛苦面具， B 破晓， C 复活甲。应该是 B 吧。耶、yeah. 是复活甲对射手没用的。不要很傲娇，这种问题能难得倒我们吗？太容易了。来，这种问题太简单了。太简单了，真是，哎呀。